直击我的偶像 Olivia 要现身在纽约街头了。哇，也太多留言了吧，就是我是雷瑟琳。今天呢，接受美丽佳人的变装任务，来到雅诗兰黛的 My Cover 变身为 Olivia， 赶快来看看我怎么变身吧。我妆的重点呢，底妆的部分有修容，还有半雾的光泽，然后眼睛的部分呢，要有淡雅的光泽跟咖啡色的眼妆，还有腮红的部分呢，要有好感度。春天呢，就是要有粉裸跟高明度的唇彩，这样我的妆容就完成咯。第一阶段很完美吧。接下来呢，是发型的部分。哇，果然是明星御用级的团队耶，蓬松的中分发型，第二阶段 perfect。 哇哦， welcome to New York， 超逼真的 3D 纽约街头，加上专业的摄影，任谁都不相信我是在真真实实的台湾哦。没错，在纽约的名媛就是我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逼真很厉害吧？被我骗到了吼。还有，不要忘了赶快来到雅诗兰黛预约 My Cover， 一起变美吧。